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。可以说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也就没有我龙乐好的今天。这个例子就很多了。简单说，你像我呢，一直在，我曾经是一个从牛背上走下来的火箭总设计师。在49年解放以前，我那个时候是个放牛娃。49年解放以后，我才开始上大学，不，上小学。这样慢慢的成长起来的，这是很典型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爱国不爱国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毫无疑义，不需要提的。